那我也不知道多少钱。我要出资500，谢谢您。你刚刚吃饭的嘞，花光了，麻烦您。120。啊，这边送你1000元，那您目确认一下哦。好。那是500。是。那你目确认一下620。谢谢您。不行，那这边找你500，谢谢。我们正在讨论这台机器是做什么用的。这台机器呢，主要是提供给都有联名卡跟悠游 debit 卡的人做使用的，你看吧，他可以在那边直接自动加值就可以了。可是我们联名卡都不用加值，没钱不是也可以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但是有些旅客他要不要搭乘捷运？哦，那要接虾。那我了解，谢谢您。谢你啊！我就说有些停车场都不能加值啊，啊，你就要来这里自己加值啊。就哔哔，然后他就会加500块进去，哎，加100，没有联网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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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